哎，我这钢琴曲太嗨了啊！给我嗨蒙圈了都，我也蒙圈了。你给咱家电视都嗨成曲屏的了，起来吧。哎，先别碰我，你家路由器几个头的？这几个小子，喝点酒开始吹吹呼呼啊，这那怎么的？说什么你们几个？啊？别合计我没听着啊！我就搁边儿呢，刚才知道不？要吃炖鸡啊，明天啊？你吃什么？你们吃顿鸡来，炖来，给我炖了，来，哎我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，快快快快！不是我跟他跑啥呀？我咋的了我？哎，家伙事儿没拿就走啊？一天天的，不知道那脑袋一天都寻啥呢？空手上战场啊？哎，来来来，一会儿都听我指挥啊！我说上，你们就往外掏钱。啊，结束啊！啊，喝到没？不可能啊，怎么能没有呢？一点没喝着吗？我忘灌水了，好像。等半天，我以为芬达呢。人家别人家呢，没事就骂他骂他毛，吸烟吸烟啥的。一瞅人家那真幸福，咱那个吧，还得拿话点着他才能明白。我是挠他两下就拉倒了，整的我像求他似的。我不麻烦你了，行不？老大，他可能在车底下的。阿杜啊，在底下没啊？吱一声，赶快救人吧！我刚才听广播了，他在车底下呢，没在车里头。杜威，你坚持一会儿啊，咱马上就把车拆了。非常高兴大家能来参加我的升学宴，高兴。憋了20年前我就说过中考总分不到100，班主任退休我都不找。往下点儿，你这么高我够不着，你快点儿的。你合计啥呢？你看你这样我能上去吗？你看能上去吗？明白了哎，你干啥去啊？哎，不让我学你吗？我就这个意思吗？啊，这跳我还不会啊？你看，对不是这意思不？你看我还会蹬腿，你看那小腿，你看来呀、啊，哎，你上啊，来呀、啊！听说你是这边的地赖子是不？出门从来不系绳啊？行，你有能耐别动他啊！我专门治地赖子。我系不系绳跟你没有一毛钱关系，知道不？我主人过马路还不瞅信号灯呢，你能把他怎么的呀？别给我唠没有用，今天你要不给我拿点吃。我那绳怎么掉了呢？哎呀，吓我一跳，你们这帮人都给他瞅啥呢？一天天的就知道乐，就知道开心，我让你们乐。点赞呢？